ta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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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m dum back. Trr dum trr dum trr trr dum taka taka back.Doom, doom, take a doom back. Take a tack, do a doom. Take a tack, do a doom.非常美丽的刘芳晴老师来告诉大家，肚皮舞的好处是在哪？肚皮舞的好处就是，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，肚皮舞就是啊，我穿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扭来扭去而已。对。但是其实呢，它对于我们深层对腹部核心的深层的肌肉，其实是非常的运用。嗯。而且它主要是在肌肉的弹性，练习它的弹性，而不是单纯的就只有说哦，我练它强壮而已。好，我请他教两招，很重要哦，因为他就是练腹部核心的。蔡医师会补充，这个叫做八字步，是练腹部核心，你可以示范吗？哦，可以。好，哇，现在看我的肚子，我的上腹跟我的下腹，下腹收，哇，太难了吧？上腹收，上腹，这太难了，下腹。所以它这个地方比较是用在腹横肌比较深层的肌肉。啊，老师，你这样练多久？哦，很多年。对呀，啊，我们初学者呢。初学者基本上来说，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先从下腹开始。对，因为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肚子你要往内收，其实大家都 OK。嗯，但是下腹基本上来说比较少去练到，所以。都是大这边，对，那你可以感觉一下，就是先把你的骨盆保持在正的位置，然后呢下腹往内收，卷，对，收放收放收放，其实相对的啊，它那些深层的肌肉会按摩你的内脏哦。对，蔡医师，所以他这个动作练到哪个肌群呢？他是核心肌群以外哈，他要骨盆的前倾跟后倾的锻炼。嗯，哦，所以你需要你的注意力要在你的肚子里面，因为他用的肌肉都是随意肌，只是你常常不在意它。第二招叫做八字腰，抢救的是侧腹肌。八字腰的部分呢，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斜侧腹肌的扭转。哦，这个更难了。对，可是不要因为难不做，我们尽量练，长辈也可以练哦。对，对哦，保持你的身体的平衡。那其实它这个可以稳定你的身体的核心，然后保持你身体的稳定。所以郭医师，他的中轴跟他的腰椎训练到了吗？有。其实我们都会说，像我们常常患者来说腰痛，不见得是后面背脊肌的问题，有可能是腹横肌。患者腰痛来，哎，我们去摸他的肚子，发现他的腹直肌、腹斜肌有这种筋结的话，我们只要从前面下针，松紧完之后，患者下来弯腰，他会跟我们说，哎，为什么腰不痛了？对，我跟他说，你问题不在后面，在前面。哦，所以平常我们有事儿没事儿，真的养养生啊，练练刚刚老师教的这两招。